大家好，我是响哥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流汁宽粉吧。这是咱们定型的洋芋粉啊，我把它剪短，不然太长了不好泡。然后凉水泡4个小时。这就是泡好的粉条，已经泡好了，4个小时以后。土豆粉啊，咱们用的是老家的一个纯洋芋的粉条。现在咱们就可以去做。喜欢吃啥菜可以放点啥菜啊，我就是光做宽粉就可以。酱就熟了，倒入这个火锅料，再来一勺辣椒面，炒一下。加水 OK 之后把这块摆回去，白糖盐少许，鸡精稍微多一点，少了一点味精，然后这个是蚝油，菠菜，也可以放油菜啊。要是小哥喜欢吃菠菜，就放一些菠菜。最后我放一点小葱花，香菜小葱花，放两个花生，流汁宽粉就做好了。